广都第一，理事负责总第一。我姓楼，在始祖的故乡生长，身上刻着老祖宗那张名牌商标，脉搏里淌着祖宗的血液，遗传有祖宗的那副天骄，楼山关楼画里足够我骄傲自豪。岁月中不时浮现老祖宗那叱咤风云的威容，祭祖活动万般嘶唱，我姓楼就得跟祖宗一样，像龙倒海翻江，像虎威武雄壮，壁上挂灯令我神往，五祖陵园理所应当。不同的历史缔造了不同意义的英雄，楼氏后裔都得这样。我姓楼，是将军，横刀勒马，精忠报国，是公仆，不贪不馋，为民服务，是商贾，依法经营，腰缠万贯，是百姓，勤劳致富，勇奔小康，是学生，功名牌划重点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楼氏代代出栋梁，敬宗祭祖，百世流芳。
将军平波，宏图大业荣先祖，提督安边，伟绩丰功立后孙，武功开拓封疆，万水千山成锦绣，百代弘扬家史，九州四海耀辉煌，先辈红巾开伟业，后孙壮志布新城。500年前，国族五房与此并肩驰马破江山，金营遍地子孙贫扶养，万千岁后物柴万脉铺天扫物，驱埋清日月，再看无边风景展乾坤。娄氏电帮组后裔联络组将联络娄氏族众，尊姓娄，爱中华，团结和谐，族发达。